适用于过滤器、分离器、锂离子电池。用于二次电池的隔膜的孔径、直径、空隙率，通过无汞孔隙滤剂。无汞孔隙滤剂是通过将加压纯水渗透到空隙空间中来测量孔径分布孔体积分布的方法。渗透孔径是气体和液体的过滤、分离和渗透性收集效率的关键因素。通过 permperometer 评估扩散层燃料电池电极隔板的物理性能。permperometer 是渗透孔径评估，不使用汞或液氮。您可以在各种选项上评估湿式干式过滤器 DPF 和 PGF 等。燃料电池主要成员 GDL、MDA 和使用 MVDP 评估催化剂水分扩散能力的气体。MVDP 提供80摄氏度、100% RH， 类似于发展环境燃料电池，适用于从研发到质量控制。